在这待上好几个月的话，我就那个，会很珍惜，外面那些那个自由的感觉，然后那个就，基本上就不会再碰那些网络游戏了。其实当时在进到那边之后，包括我在内，所有人我们只想一件事情，我们不想什么玩意，我们只想一件事情，快点从这个跟监狱一样的地方出去，我们只想快点出去，让我做任何事都可以，只要可以让我出去。